近日，有网友晒出视频称，在南阳荷塘县某农村碰见陈志鹏。在晒出的视频里看，陈志鹏将长发扎起，身穿无袖坎肩配短裤，脚蹬夹板拖鞋，素面朝天，十分接地气。不认真看，还真认不出来是大明星。视频里陈志鹏所处的院落正在修建，从评论区里得知，原来是他赞助好友家尽孝，他的这位好友也是他的结拜兄弟，据说是清华毕业在京工作，因病去世后，陈志鹏专程来此替朋友父母盖房尽孝道，不知真情的人还以为陈志鹏落魄于此。当知道实情后，网友们也称鹏哥好样的，陈志鹏够意思够爷们。其实平日镜头里的陈志鹏因为穿着奇装异服的举动让人另眼相看，但真实的他不仅孝顺，而且爱国爱家，是一个怀有自卑心的明星。今年四月份，陈志鹏还发文称父母家遭人纵火，面对挫折他一直是乐观的态度，事业上他也兢兢业业认真对待。如此够义气的偶像，你们喜欢吗？